何君堯议员，请你马上离开议事厅。我喺度，你唔好拍台拍凳啊！点样啊？有咩嘅话，你出去讲啊！嚟啊 ，OK， come on， 一齐出去讲啦，去个麦兜。唔使讲英文，我识听广东话嘅。你识听咩？出去猪兜度讲嘢啦，猪兜。咁我唔知保安而家点解唔赶佢出去，佢仍然喺度打断紧会议。主席啊，保安同事啊，帮帮手啊！何君堯，我俾个先例大家知道啊！电视机睇紧朋友，平时我哋有抗议咧，阿主席喐我哋咧，啱啦，而家规格六个人台噶，唔使走啊，同事，啱啊，六个，次次都六个招呼我嘅，新年都系咁讲噶，要六个噶嘛，我哋。哦，系咪啊？哦 ，OK， 好啊。你谂住？好唔公道啊！陈建波走咗出去。何君堯议员。请你马上离开议事厅，保安，你哋做紧乜嘢啊？喺度。咁你即系夹硬磨多几分钟啦，系咪？